是的，燕子姐，我在床上的时候我会在想，那我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不会游泳，我这怎么办啊？没有办法，说实话，然后我就去团购，然后我去学游泳，但现在我会游泳了，所以我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我非常骄傲。你是学了多长时间把游泳学会的？十天。没见过这么钻牛角尖的，你就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特地去学了游泳，真不容易啊。十三号大衣柜，你既然都看了200多期全程热恋，也把那个这么难的问题，就是妈和媳妇掉水里先救谁这问题都研究透了，那你今天来这个全程热恋这个舞台，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呢？我更多的时候是想一种灵魂上的这一种思想上的这一种能跟我达到共通的这么一种人，因为更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你想去研究秦始皇是咋死的，然后他告诉你这个鸡蛋现在3块多钱一斤的时候，你非常迷茫。